咩事啊？你话佢哋，踢得成日 D 咁样，我点解带佢哋睇英超啊？帮帮手啦，校长到咗，帮你跨。咦，好嘢嚟到噃？梗系啦，300万啊！你逼？你话要上消防讲座嘅？啊，系系喎。喂，唔好踢啦！上堂上堂上堂。闭，电钻，灵话，放低先。各位同学，今天要教大家怎样正确使用消防喉咙。其实要正确使用消防喉咙很简单，只需要记住四个步骤。第一，打破火警中的玻璃。第二步骤，逆时针转动来上开关掣。第三步，打破玻璃，拉出胶。第四部分，打开消防喉嘴，射向火源的底部。各位同学，使用喉咙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了，希望帮到大家了。喉咙怎么样用？好简单啫，突破转身，拉弓抽射，就系咁咯。火火火火烛啊！火烛啊！火烛啊！火烛啫嘛，使乜惊啊？我要坏咗，我要坏咗，火水啊！其实好易用，四个步骤都齐。还破转拉射啊，教练。出色。咪加火，小心咗。校长，搞掂。名画真系名画，系立体啲嘅。